看那个另外一个荧幕怎么，泽宇，你看另外一个荧幕怎么关掉了？刚刚还应该还有的。啊？重新来一次。我看干脆重新关机再来一次好了。OK， 这个非定期性短信决策啊，它是有不同的状况，比方说这个产能的变更，比方说这个自己制造或者向外购买等等啊，这些决策啊，它基本上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来套用啊，所以通常是 case by case， 不同的 case 之下有不同的这个方式啊来做决策。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的时候，我们是举出一个例子来，然后看看这例子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最好的决策。虽然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不过也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啊，通常都会看这个企业有没有闲置的产能。什么叫闲置的产能？就是产能是多余的，闲置的产能。嗯 ，OK。所以，所谓的多余的闲置的产能，这是第一个考量。跟着要考虑的是有没有成本结构的分析，然后额外的这个专案或者订单或者决策，它的报价、它的成本结构是如何？我们知道了这些变数之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做决策了。首先，第一个决策就是订单、特殊订单是否接受的决策。特殊订单意思是指不是我们常态性的订单。所谓的常态性的订单，就是一个企业它长期往来伙伴已经很稳定的固定往来的订单。大部分呢、啊，到目前为止，一般在这个所谓的供应制造业里面呢、啊，这个供应链的概念之下，大部分企业的订单都是属于常态性的订单，啊，那比较少特殊性的订单。那只有在日本福岛发生了所谓的核子灾变的时候，因为天然的灾害，这时候开始有很大量的特殊订单从日本啊涌到了台湾啊，这个两三年以前，这个涌到了台湾之后啊，很多的企业主就会面临到一个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接这个订单？但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公司的产能是不够的。为了要接这个订单，你可能就要去购买昂贵的机器设备。那如果买下来了，这个订单过一年，日本重新重建成功，那订单又回去了，那你的投资不就是完全报废？啊，所有的投资搞不好都要准备用个八年、十年的。所以这个造成了台湾当时很多企业界的困扰。这就是叫做特殊性的订单啊，表示这一次来了，下次可能不会来。那当然，像那种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然灾害所造成的，那大部分的平常的时间做这种特殊订单的决策，其实有它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看有没有闲置产能。当如果有没有闲置产能的时候，每个订单的价格至少要大过变动成本加上机会的成本。所谓的机会成本，就是我要做你这个订单，我的产能满带，我因此会排挤其他可能的现有的订单，那排挤其他的订单的机会成本要算在内啊，这个叫做没有闲置产能的时候。如果有闲置产能的时候，订单的价格只要高过变动成本，就可以创造出边际贡献，就可以接受了。我们用例子来说明，西湾公司它扩充的结果，今后数年都会产能都会超过国内的需要。这个第一句话就暗示这个公司有闲置的产能，那估计下年度可以使用的机器工作小时是25000个小时。这个时候啊，来了两份国外的订单，而且都不是常态性的订单，一个是订购假产品200万个单位，每单位0.038元，一个是乙产品300万个单位，每单位0.05元。公司里面加一两个产品的成本结构，甲产品刚好0.038，乙产品呢是0.054。如果今天公司
他只有用这种所谓的传统的成本的记录，成本会计的记录来做分析的话，会发现啊，跟老板讲说甲产品订单是0.038，它跟我的生产成本几乎也一样，哎，我干嘛要去做？除非甲产品是用付 cash 的，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cash flow， 也许我会考虑。那乙产品，我连我的生产成本都不够，它只出0.05，我是要0.054的，所以搞不好0.054的这个底订单就不考虑了。如果一般来讲，假设没有比较详细的成本分析的话，可能就会做这样子的决定。那我们跟着再看间接的生产费用是按机器工作的小时来分配，那分配率是每个小时2块，其中75%是固定费用，表示间接生产的费用它是按照机器小时分配，75%是固定，剩下来讲25%是变动。这个0.012跟0.016元里面有25%是变动的。那因此呢，公司如果它剩余的产能只能接一张订单的话，这两张哪一张它要接受？首先就会想到边际贡献了。既然有变动成本的分析，那是不是可以看看变动成本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边际贡献怎么样？按照刚刚给的条件呢，甲产品的材料、人工，再加上变动的制造费用啊，就得到变动成本是0.029元，乙产品的变动成本是0.042元。这个时候就可以看看订单给的订单价格，甲产品每个订单出价是0.038，而它的变动成本是0.029，乙产品定出的价格是0.05，我们的变动成本是0.042，所以用产品单位的变动成本来分析考量的时候，甲产品的单位边际贡献比乙产品来大，所以理应接受甲产品的订单较为合理啊。不过这个 case 比较特别，因为它的量不太一样，两个产品，一个是200万单位，一个是300万单位，知道了单位的每单位的边际贡献呢，可能还希望能够层层看总边际贡献，甲产品单位的边际贡献高过乙产品单位边际贡献，不过甲产品的量比乙产品少，所以总total下来的话，甲产品的边际贡献可以提供的是18000，乙产品的是24000，所以理应接受乙产品啊为最佳的决策。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案子里面，当如果有闲置产能的话，那如果产能满贷啊，那特殊订单要怎么去决定？产能满贷就是公司已经没有剩余的产能，这个时候又挤进了特殊订单，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这个特殊订单一定是有特别的，它会不会产生排挤效应，就是我们会排挤我们正常的订单，那这个排挤效应之下，我们的机会的损失或者机会的成本是多少？如果比较起来还是划得来，那当然特殊订单照样可以接，然后把我们的原来的订单稍微调整一下可能就可以了。 OK， 再看看中山公司是一个制造传真机的公司，有两个型号的传真机，基本型跟高级型 CS01 跟 CS02。 以下是这个两个传真机的成本跟售价的资料。 CS01 它的成本是210块，售价260，那高级型成本是300，售价是400，看起来高级型每卖一台赚100，基本型每卖一台赚50块，刚好1:2。这个例子啊，它后面要描述的其实在描述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限制理论的概念。通常我们在谈到限制理论的时候，主要是谈到的生产瓶颈，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机器设备产能跟它的生产的流程所用的设备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条件下遇到的生产瓶颈如何做决定，这就是受限资源的利用的一个方式。在生产管理里面，我们通常都会用那个线性规划 LP 来把变数调整啊，算出一个最适当的一个顺序啊，这个最常用的就是用线性规划分析。
这种都叫做限制理论。我们看 Garrison 的书上举了一个医院的例子，我自己也认识一些医生啊，我因为自己体质是过敏的，所以时常啊会那个咳嗽，后来也会气喘，所以我长期去看一个诊所的医生。那这个诊所已经看了差不多也快20年了，20年前他刚刚在我们家附近啊成立了一个诊所。那会去找这一家的是因为他标榜的是给小孩子看的，那我想象中如果小孩子都没有事，我这个大人应该更没事，因为以往的经验去看医生的经验不好，因为通常都会给很强的抗生素啊，我们这种在国外混了10多年的身体已经很弱了，抗生素一下去搞不好就会休克，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去尽量找比较温和的没有奇怪的成分的。那台湾的医生有时候以前呢，20年前都不肯告诉你，那可以看到一个小孩的看的医生就去了，结果觉得他医生也很愿意告诉我有没有类固醇啊、咳体松啊，他一听我这样问就知道又是大概国外回来的，比较要求啰嗦一点的，但他很配合。那因此呢，给他看以后发现也不错，对这个过敏啊、气喘啊都很有效力，就慢慢的开始变成他的顾客。然后问题就来了，因为生意太好，每次去的时候都要等2-3个小时，啊，那个排得满满的。我那时就看了，他刚开始用了2个护士，从2个护士安排挂号领药，啊，那个当时他自己还可以自己经营药房。还没多久的时候啊，2个护士变3个，变4个，变5个，到了最后有6个护士，他依然爆满，因为根本就没有把问题解决。啊，6个护士的意思就是可以快速的挂号，啊，一去的时候健保卡给他，不用再排队等了。以前只有一个人在负责，光是把健保卡给他刷一下，就要等到20分钟、半个小时。他一个个叫，后来人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部分呢，瓶颈解决掉了。领药也越来越快，啊，那药单都用电脑化、系统化，所以说医生一key完电脑，看出来很快的药那边就可以去领了。麻烦就在于医生，你一个人再怎么看呢，啊，一个人要花5分钟啊。如果挂号有30个人的等的话，53就是150分钟，2个半小时是很死死板板的，就是卡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就跟那个医生稍微聊了一下，跟他说可能是这样子。那他当然呢，啊，这个也在烦恼，所以他后来找了气管顾问公司帮他评估。最后呢，这个刚好他们的楼上啊要卖，他就把楼上买下来打通，变成1、2层楼，隔壁要卖又把隔壁打下来买下来，所以一下变成2个店面的这个容量，跟上面还有多1层楼。干嘛？找了另外2个医生来帮忙，就变成他是一个小型的联合诊所，他变老板，他也在看，然后另外有2个医生也跟着来加入了团队。他会不会收入减少？不会耶，反而收入会更增加，因为他变老板，那2个医生是打工仔，等于他们有一个分红的技巧，那多出来的那些反而变成是给他的利润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那医生，那病人会不会指定医生呢？那另外2个医生来会不会不看呢？其实都会有这个现象，像我就一直都去，硬是要等那个原来看的那个医生啊，除非刚好他轮休的时候呢，又急着拿药的时候，看别的医生也会跟别的医生讲说，你就开那个医生给我的药，因为电脑一叫都看得到，啊，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自己医生也有一个协调，就是如果谁的固定的顾客啊，忠实的顾客，那另外一个医生就会尊重原来医生的配方，尽量不要变动，啊，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个默契，那这个时候，这个诊所的名声已经很有名，那加上他的这个2个医生一加进来以后啊，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瓶颈放宽很多，而使得流量开始可以疏解。所以在等待中间呢，啊，大概最多不要到1个小时，最快的话也许15分钟就可以看病了，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限制理论下怎么去疏解。我也看过一些医生啊，死都不肯找别人，自己想要一个人独赚啊，让病人等了半个小时、等了3个小时的，这种还是有，但是长时间长期下来，
真的有那么强烈的耐心跟很忠心的那个客人啊，其实并不会那么多。当你有竞争对手在附近开，而跟你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时候，很快的这个病人会流失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例子啊。OK， 这两种传真机，因为它是共用共同的设备啊，所以每个月的产能公司只有60000个机器小时。那每个月正常的订单，基本型的有8000个单位，高级型的有5000个单位。那公司目前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复合，假设还没有扩充产能，还希望用现有的机器设备来应付的话，其实是已经非常的勉强了。这个时候又收到一个特殊订单，一个新的客户愿意用每单位300块来订购基本型2000台基本型。基本型本来就已经有8000个单位了，那五千个单位是高级型的，现在又有那个基本型的2000个单位塞进来，但是它的出价非常的诱人，它是每单位300元，比我原来的售价260还要高。但是会有发生排挤现象，假设公司知道这个排挤现象的交货日期会延迟，因为拉这个订单进来至少会让上面的有一些客户会延误的话，但是因为并没有什么罚款，而且没有重要的其他策略考量，基本上那些原有的客户并不会太抱怨，只是会催促稍微快一点的话，这个时候公司就要考虑，哎，这个订单是不是值得塞进来，反正原有的客户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弹，而且看起来2000个单位塞进来原有的13000个单位的产量里面好像也还可以，只是要怎么塞，这个每个这个产品啊，它的边际贡献是多少，要塞是先排挤基本型的还是先排挤高级型的，这个时候就先把两个单位的变动成本啊做一个分析，就是两个产品的变动成本，基本型的变动成本算出来是190，因此单位边际贡献是70块，高级型的算出来是280，所以单位边际贡献是120，所以乍看之下高级型的边际贡献比基本型来得高，所以是不是就可以先决定把基本型的排挤掉，用新的特殊订单的基本型排挤原有客户排程内的基本型，好像还不太对，因为这边是单位的边际贡献，这两台机器刚好都共用公司的机器小时数啊，这个60000个机器小时数，这个时候就要看了，高级型的贡献虽然比基本型大，但是两种型号的传真机共用公司的产能，这个时候要开始用机器小时数的边际贡献来看，这个边际贡献呢，可以从这边来看，制造费用啊，变动制造费用，基本型20块，高级型40块，可是每个小时是用了五块钱的变动制造费用，所以换句话来讲，基本型其实每生产一个用了4个小时，高级型用了8个小时，啊，要注意看到这边有一个暗示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如果是按照机器小时数的边际贡献的话。基本型的70块钱的单位边际贡献，一换算成机器小时边际贡献，就比高级型的来得更有利。它一个小时的机器边际贡献17.5块，就比高级型的15块来得还要有利。换句话来讲，我们会排挤掉高级型的，而不是排挤掉基本型的，因为基本型的单位机器小时换算成整个的。约当单位的时候是胜过高级型的，再回过头来看，再描述一下，看起来这个基本型的只有每单位70块，高级型的每单位是120，比基本型的有利，但是一个高级型的可以生产2台基本型的，所以换句话来讲，时间因素来看的话，2台的基本型的边际贡献是140，就胜过1台高级型的了，用这样子的角度来分析啊。因此我们会先生产基本型的原来的订单，剩下来的再来生产高级型的，这是最适合的一个策略。先生产基本型原有的订单的8000个单位，每个单位4个小时，所以总共需要32000。
那在之后再利用剩下的时间生产高机型的，每个单位要用8个小时的，可以生产3500个单位。那原先的5000个单位订单是不能满足，只能先交3500，剩下的1500下个月慢慢再交了。好，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插入一个基本型的额外订单2000个单位的时候，原则上会排挤高级型的，因为高级型的单位的机器小时单位边际贡献输给基本型。OK， 这时候我们要算一下，如果排挤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如果接受这个订单，会发生38万的变动成本，每一个基本型的单位变动成本190块，生产的2000台会有38万。而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高级型少生产1000台，因为2000台的基本型的生产的时间刚好可以生产1000台高级型的。那这个高级型的1000台，因为这个基本型的插队啊，而会延缓，造成的高级型本来可以赚到的边际贡献也会被递延。这边写被牺牲，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会被递延。这个递延的时候呢，这个高级型的边际贡献是12万，那因此加起来，变动成本加上机会成本的损失，再除以它的这个订单的数量啊，每一个单位的额外的订单啊，它的机会成本的损失加上它的变动成本是250块，而这个订单是300元，比250要高，所以接到这个订单会创造额外增加的10万块钱的这个收入啊的利润，所以理所当然这个可以接啊。那特殊订单通常会介绍刚刚所说的受限资源的运用啊，不管它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使用的机器时间，也许是制程的动线安排等等，通常在生管都叫做瓶颈现象。那管理者在这个瓶颈现象里面怎么处理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手法，比方说放宽或者提升限制的条件，例如加班、增购设备等。我就看过一个皮肤诊所的医生啊，这个皮肤诊所的医生啊，他就是不愿意去找别人来合作，他一个人看。那理论上来讲，看到9点半就要关门了。那我去看过他几次，后来也不再去了，因为实在是等得太久。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大概8点去，11点半才轮到我看，半夜。他9点半以后就把铁门拉下来，留一个缝让人家进进出出，感觉上像在走狗门一样的，因为怕被人家告说你那么晚还在营业啊。但不过他在8点半、9点半以前把所有的挂号全部收满，然后一个个啊这个鱼贯而入到后面。那这个情况就是利用加班，这个医生想的是用加班来舒缓这个瓶颈啊。我刚刚前面讲那个耳鼻喉科，专门看小孩的耳鼻喉科的，它是利用产能的扩充，啊，产能的扩充，添购设备，包括人力在内，来疏解压力啊。那最后可以做一个总结：特殊订单它如何的选择有一个流程。首先看看特殊订单的价格，如果大过正常订单的价格，理论上可以接受，但是还是要问有没有产能。如果有足够的产能，二话不讲立刻接受。啊，反正这个特殊订单还比我原来的订单要好，产能不足的时候就要看什么地方有瓶颈，就跟刚刚讲的受限资源如何安排。假设如果可以的话，那哪一种产品优先，排挤效应、机会成本算一算，大概就可以安排了。如果这个算过都还不行怎么办？还有一个技巧，转包。转包的意思就是把这个额外订单再转给我的下包，当然转给下包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人家给我的订单交给外人去做，品管跟交期有没有办法控制？如果可以控制，那个外包团队就可以，大家可以互蒙其利。在台湾很多中小企业都有外包的管道啊，我们在这个高雄县市，以前有一个高雄县，那县市交界的地方有个叫做凤屏路，凤山到屏东啊，有个凤屏路，上面有一个二级导体的一个工厂啊，做个二级的那个电导体，那个很一个小零件呐、啊。这个工厂的老板呢、啊，曾经找我们几个老师去帮他做一些诊断。他就是在这个产品生产上面呢、啊，已经做到了南台湾最大的啊，然后也公司也看起来很赚钱。
但是就是因为订单超过了他的产能，那他感觉上怎么搞，做的越多并没有想象中赚的越多啊，所以请我们老师去帮他看。在看过程里面就发现啊，这个订单那么多，可是又不愿意扩充生产线，让我很好奇，就问老板说你为什么不准备扩充生产线。当然老板的考量也没有错，首先就是场地啊，工厂的地方已经在那个没有发展的余地，还要再扩充就必须要到乡下去找另外一个地，那管理的成本会更高，你要跑来跑去，不是以同一个厂，要买一个很大的厂把它全部迁过去，成本更高，有没有长期看来有没有必要也不知道。那问题是这个这样子的话订单怎么解决，他说我现在有建立起一个下包部队啊，只要订单一超过我的产能，而且有些买主是不能得罪，一定要准期交货的，我就开始选择慢慢把它交给我的下包，但是下包没有能力去接国外的买主，所以这个订单也不怕被抢走啊，反正他不知道我的上游买主，他只知道我教他做什么，那我们再来控制品管啊。那个他的这个下面的经理啊，就有点类似开玩笑的样说，老板从来不会把任何一张订单送上门的人推到门外面去啊，所以下面偶尔当然也会抱怨，抱怨意思就是说你有时候接到的单子我们也许要很不好做啊，搞不好你报价不合理，你认为赚钱可能不赚钱呢，可是老板的概念就是只要订单进门没有推出门的道理，那老板总认为我有办法解决。问题是他们公司也一直在成长啊，好像也都在赚钱，所以也都一切相安无事 OK 啊，所以外包下包这个也其实是一个弹性运用的技巧。那如果特殊订单小于正常订单的价格，低于正常订单的价格，理论上通常是不太会接，不过还是要看，如果低于变动成本的，那就没什么话好谈的，根本就不用接了，因为接了一定赔钱，做一个一定赔一个，除非有其他策略性的考量。如果大于变动成本，就要看有没有剩余产能，假设有剩余产能，那当然还是可以接啊，至少可以创造边际贡献来贴补一些固定成本的摊提。那如果说没有足够的产能，产能没有过剩，产能不足，已经完全满带，而还要来接的话，那可能大概也不会了，因为它还是低过正常订单，它虽然大过变动成本，但是已经没有产能啊，除非有其他策略的考量。所以用这个逻辑来看呢，同学大概可以了解。只是啊，什么叫做其他策略的考量，特别是特殊订单都比产品的变动成本还低了，你还要再接吗？不是说接一个赔一个吗？哎，这个就有很多花样啊，同学们可能就有所不知了。如果这个老板呢、啊，他这个公司啊，跟另外一家公司，这个下单啊，下单的时候呢，如果特殊订单比变动成本还低，就是意思说我跟下面的这个厂商买来的原料，比这个他卖给我比我的变动成本还低的时候啊，是什么理由？因为我可以把我正常的利润呢、啊、转到下面一家公司去，而我这家公司呢，我是大股东，可还有其他小股东，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把小股东坑杀啊，大家知道意思吧？好像我讲的不是很清楚啊，意思就是这样子，比方。一个特殊订单过来了，他跟我下一个单子，这个单子、啊、要买我的某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呢，他下单子的价钱呢、啊、比我的变动成本还低，可是我还是卖给他，我就是赔钱了嘛。可是这家公司呢，那么便宜买到的零件，他去做别的用途，他就赚钱了嘛。那个小公司是我独资的，这家大公司我是大老板，大概也只占了15%-20%的百分比，那还有一堆小股东，可是我有决策权，我几笔这种赔本的生意不要太多，免得被人家发现，弄个几千万出去就好了，一年这样子搞个一两回，这是纯粹到自己的小公司的口袋里面去的哦，这个就叫做策略性考量，确实有啊，但是只要不是上市柜，也没有什么别人告他，其实有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也看不到的啊。因为特殊订单最后要不接，通常老板点头才算，
啊，这个老板点头了，一堆理由下去，其实经手的职员一两次有时候是不晓得的，当然久了风声一传出一定也知道啊。那再一次问，会计在这边扮演什么角色？会计在这个决策里面提供的是金钱数据的资料，特别是管理会计强调就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原则。 OK， 中期决策的考量，自己制造或者向外订购啊，在公司里面通常都有一些工厂啊做的零件可以供应别的工厂在用，同时也可以卖到外面去。那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了某一个部门需要的材料，自己别的部门可以做，甚至已经在做，而且已经卖到外面。那到底是不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让自己的部门生产的零组件不要卖给外面，就直接供应给自己，这叫做自制或者是外购的决策。如果有闲置产能的时候，外购的成本啊，像外面购买的，如果大过自己制造的变动成本的话，就是以自己制造为原则。因为有闲置的产能，这个自己可以做，而且产能还剩的时候，为什么不利用产能剩的产能来做？而且对外的购买成本高过我原来的变动成本，因此呢，我还是跟自己做为主。那如果没有闲置产能的时候，表示我的自己的这个工厂做的零件全部卖光都很顺利，没有，那我另外一个部门要用，而要求他要自己制造来供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向外购买的成本，如果小于自己生产的成本的时候，当然还是向外面购买为主。我现在自己做的成本啊，这个都比向外面购买的贵哦，可是我可以卖得掉啊，为什么你不让我卖，而要硬要塞给我们那个另外一个，这个他可以用便宜去买到外面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部门呢？这不是双重损失吗？一方面有一个部门需要材料，他可以便宜的买，另外一方面有一个部门可以生产这个材料，可以贵的卖，你就不需要再玩这些花样，就直接各自管各自的，这叫做没有闲置产能的时候。我们看看中山公司甲部门生产型号 X01 的高压弹簧，甲生产部门按照销售订单的状况判断了、未来几个月的产能利用率啊，还有正常产能的80%，表示也许还有20%的产能是剩余的。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是乙生产部，这个生产部每一个月需要向外面购买72000个这个高压弹簧，这个高压弹簧来加工，向外购买的价格是25块。公司现在想，是不是要让乙部门继续向外购买呢，还是向甲部门拿货啊？这个当然，这个拿货的前提是甲部门有没有剩余产能，是不是真的正常的利用率只有80%。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先请会计主任呢来做一个分析。会计主任做出的分析是说，甲部门目前是正常产能来配置，那正常产能来配置，那基于公司的人事政策，除非一年以上的长时间产能要减量的话，否则这些直接人工啊都会保障，不会随便的解雇。那今后数个月这个产能虽然没有，既然没有达到正常产能，那因此可以利用这个闲置的人工来生产所谓的高压弹簧。那跟着来看甲部门它的成本的资料，甲部门在攸关范围内正常的产能是100%的时候可以用到180000个小时，它的制造费用是270000。在80%的产能使用率上面，144000个小时的时候，制造费用是252000。如果是产能拉到最高的120%的话，它的216000个小时数发生的制造费用是288000。这是会计主任做出来的，做出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制造费用看起来不是纯粹变动，它是一个混合形态的这个制造费用。那高压弹簧每一个单位的材料跟人工啊，材料是要用两个单位，每个单位9块，人工每一个小时是18块，要用0.5个小时。 OK， 给了这些资料之后，请问这个高压弹簧它的变动成本是多少，它的外购价格是25块，现在要做比较，同时要看有没有剩余产能。那目前有剩余产能，就可以先算变动成本是多少。那刚刚给会计主任算出来的资料，给出来的资料，他觉得这个制造费用不是变动的，是混合的，所以他先用简单的高低点法，
然后120%的产能减掉80%的产能，就是高低点，刚好可以算出来。变动的汇率是每一个人工小时5毛，固定制造费用呢是18万。那固定制造费用跟决策无关，所以就可以算出来变动成本。这个高压弹簧的单位变动成本是直接材料、人工，会计主任认为不要算了，因为这个人工本来就算固定的，所以直接材料加上变动制造费用是18.25块，而对外购买是25块，所以呢，这个直接材料这个不直，所以认为会计主任认为继续向乙部门的72000个这个高压弹簧向甲部门供应的话，自己制造的成本是131.4万，如果向外购买的话是180万，所以会计主任认为应该使用乙甲部门剩余产能来生产的高压弹簧，整个公司会节省48.6万元。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谈到了公司内部部门之间转拨计价的概念了。OK， 到这边为止啊，会计主任呢、把它做完了这个工作。可是生产部的经理有意见，生产部的经理认为会计主任所说的产能利用率连续几个月都是80%是错的。生产部的经理认为，也许未来的数月很可能旺季到来，而达到满带的产能会达到100%。如果是100%的产能的时候，那会计主任你的计算会不会有错误？那会计主任马上计算，如果是已经是100%了，那这个订单72000这个2000个高压弹簧的订单会不会超出公司的有关范围的最高产能？那因此，甲部门马上算，72000个订单是要耗用36000个小时，那36000个小时加上正常的100%的能量的时候啊，发现就18万个小时加上36000的时候是216000个小时，也刚好是我们正常产能120%的攸关范围内，所以会计主任呢、就会认为说，在这个范围内制造费用啊是不变的，啊是不变的。告诉了生产部经理说，这个成本仍然是18.25块，所以你不用紧张啊。虽然你认为产能的预估不准，要是100%的利用，我还是可以给你保证没有问题的。人力资源的经理跳出来讲话，人力资源经理跳出来是说，哎，这个会计主任你太乐观了。虽然公司有人事政策，可是你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花招吗？叫做无薪假。我们现在只要订单不好，2个月我们就叫工人去休息了，我没有把他解雇啊，只是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休息1个月就好，这叫做无薪假。哎，无薪假的时候不是人工就变成很纯粹的变动了吗？怎么可以把它当作固定呢？啊，他直接人工固定面是有意见的，当产能出现下滑的时候，随时可以将生产线上的人员及时调整。哎，会计主任听了也觉得有理，这时候再把它加起来，直接材料加上直接人工加上变动制造费用的时候，哦，这个时候27.25块就超过了25块，这个时候应该要向外部购买还是比较划得来的。当如果决策三要做的话，这个第三个状况要来做的话，公司就是真的要有那种能耐。当如果订单下个月份没有达到80%的时候，就没有达到100%，还是有剩余产能的时候，员工马上回家休息，而且是放无薪假。啊，如果你不这样放无薪假的话，你就立刻会比这个剩余产能没有利用，而且要继续支付，就会让那个外购啊觉得划不来啊，就是跟外面购买划不来。所以这个三种不同的状况，目的是要告诉老板，有这些状况的时候，请问老板你要怎么决定啊。 OK， 我们先下个休息10分钟，等一下再来。产能变更的决策通常会指在那个机器更换的时候特别的明显，如果公司准备要太旧换新的时候啊，那可能就会去考虑在新机器使用之下跟旧机器使用之下的相对的比较，看哪一个比较对公司来的有利。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新机器未来使用的总成本，如果小过旧机器未来继续使用的总成本就更换，那新机器未来使用的总利得大过旧机器未来使用的总利得的话也可以更换，这个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首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哈马逊公司2年前用72万元购入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采直线法的提列折旧，采直线法，所谓的直线法意思就是指说按照你的使用年限平均折旧，那估计这个机器可以用12年，72万的一台机器只用12年，一年的折旧这个姚永伟是大概多少钱？72万元的机器只用12年，平均一年要多少折旧？6万块，那现在用了2年，折旧的费用是多少？12万，那它的现在剩下的账面价值是多少？72万的机器，第三年账面上还有多少钱？60万，对，不要太紧张，就这么简单的。那这个机器呢，每年呢、它的制造成本32万4，每年的管销费用10万，那每年的销货收入是60万，而这个时候啊，第三年的时候，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型的自动控制机器，可以完全取代上面所有的功能，它的售价90万，预计可以用10年，而新机器出来了，可以用10年，可以完全取代旧机器，旧机器12年也用了2年，刚好也剩下10年啊，这个蛮有趣的。那买了新机器之后啊，它每一年可以替公司节省12万元。原先的制造费用是32万4，现在可以节省12万，只要用到20万4就好。而原来的旧机器啊，只能够卖24万。那刚刚姚永伟同学说账面上还有60万，那个欧俊良同学，那如果说用24万卖出去的话，它跟账面上的数字60万是差多少？心算那么差？36万。36万了。差不多吧，所以60万的账面数字只能用24万的现金卖出去，但是对于这个新机器来讲，所有的营收跟管销费用不会改变。生产部的经理啊，马上就要做出一个报告，决定要不要用新机器。他说新机器可以节省成本120万，因为每年可以节省12万。那购买新机器本身要花90万，要花90万钱去买。而且我们在账面上那个旧机器啊，只能用24万卖，那原来60万啊，还有36万的亏损拿不回来，所以总共的 total 是126万的损失，就是购买新机器相关引发的成本，所以加加减减都认为买新机器会有6万块的不利，所以生产部经理认为不宜购买新机器，而会计主任看了以后觉得生产部经理有些疑问。他认为旧机器出售的损失是账面的折旧还没有折完，现在就要管它了，不要纳入计算。会计主任列出另外一个计算的方式，那个方式里面呢、跟生产部经理南辕北辙，差得非常高。会计主任认为卖了这个做了10年呢、新机器啊，每一年12万，可以节省120万。另外啊，新机器啊，购买要花掉90万，没错。可是我们的旧机器啊，卖掉还有24万的现金可以拿进来，你干嘛管那个36万呢？我们还可以拿回24万呢，至少还可以拿回来。所以说我们只花了66万，所以120万减掉66万了，所以我们换新机器啊，可以赚54万回来。这个时候啊，到底生产部的经理是对的，还是会计主任所说的是对的？认为会计主任说的对的，请举手。同学们，认为会计主任说对的，2位、3位、4位，认为生产部经理对的，请举手。1位，只有1位啊，那其他不举手的，就是既不对也不错，还是觉得怎么样？OK， 这个蔡碧红同学嘛，你认为生产部经理对，然后欧俊良跟那个姚元伟认为这个会计主任对。各位同学能关注一点，好，你们拿2杯茶给你看。OK，
我们来看一下啊，到底谁对谁错啊？我这个时候用两种方法，一个叫做差额法，一个叫做总额法，就是把两个不同的方案之间相差的科目拿出来做比较，这叫差额法。那如果我们来看看总额法也好，差额法到底谁对谁错？按照差额法来讲，是生产表示决策有关的特征总额拿来比较，与决策无关的就不考虑在内。那与决策有关的等等是未来打算的等等，比方说这个题目来讲，新机器购入啊，未来可能节省啊，新机器出售等等，这些都是决策有关。我们下面看一看有关成本的计算方式，就是差额法的计算方式，刚好跟会计主任一样，所以蔡继鹏同学好像会计主任对了，两位学长说的是对的。可以看出来，购买新机器十年可以省120万，那新机器要花90万，可是买新机器就要卖新机器还可以赚24万回来，所以总共是赚54万。那如果对这样子的会计主任算的不服气的，会计主任说那也可以，我们把两个方案完整的全部的成本定成，让大家来看看。OK， 这叫做总额法。这个总额法里面呢，把两个方案十年来总收入跟总支出全部做个结算，再做换新，买新的机器，把旧的机器卖掉，总收入不变，每年60万，十年600万。生产成本因为换了新机器，每年20万，四千是204万，除掉生产的总制造成本，管销费用不变，每年10万，十年100万。机器折旧，那个旧机器60万，我们扣掉了。那么蔡同学看看，我们把这60万扣掉，没有去出去处理它，新机器90万也要扣掉，再把出售旧机器的收入的20万加回来，这样子没错吧？蔡这个同学没错吧？所以600万减掉，最后加到24万，总净利是170万，这叫做太旧换新的损益表。那如果不太旧换新，就是下面的钱，总收入600万。制造成本每年32万，是税324万，延管销费用100万没错，旧机器全部折光60万，它也没有什么卖掉了，也没有什么新机器了，所以拿600万减到320万，减到100，减到60万的时候，它的获利是116万，而这个110多万用旧机器跟太旧换新的170万一比，刚好54万啊，这样清楚吧？其实不只是我们蔡同学会有这个疑惑，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一大堆的人都认为会计主任是错的，生产部经理是对的。那个工厂里面的厂长，包括大部分上市贵公司大集团的工厂的厂长，或者制造部的经理，也都认为经理说的对。就是因为一直执着旧机器还可以用，而且才用2年呢，你把它干掉了，那个也只能卖那么低价的、那么廉价的价格，划得来吗？所以一直会犹豫不决，认为啊，新机器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旧机器还可以用，新机器还卖那么贵，所以感情上面来讲，其实在实务界里面，很多老板是不太愿意换的。那如果不太愿意换的话呢，当然呢，长期下来的时候，如果竞争对手换的，就可以发现竞争对手它的获利的能力就比你高很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太旧换新的。那产品出售或者是继续加工，出售继续加工在我们的非例行性的转型决策里面，基本上讲的就是比较容易处理的，通常都是食品业。如果说一个食品业里面我买的肉进来，把肉卖掉，包装掉，把肉卖掉，那就是一种方式。那把肉品加工变成了香肠，那又是一种方式。这就叫做你直接把肉品卖掉，还是加工变成食品把它卖掉。那如果是一个钢铁厂，这个像中钢公司啊，它的这个钢材出来了以后啊，再盖一个工厂，把它加以处理，叫做特殊的合金钢。哦，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投资大概要好几十亿、几百亿，那搞不好还少过5年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产品出售继续加工，在中钢那个例子，也就不是非例行性的短期决策，而是一个产能长期的扩充或者是多元化的策略了。
我们在这个计算里面，只要是继续加工的增额收入减掉继续加工的增额支出大于零，就划得来。就是我要继续加工，我会那个期待加工之后它的售价更高，会带来额外的更高的收入。可是为了继续加工，我势必要多请人啊，多用一些设备，这个成本支出，只要是我的收入高过我的额外支出，我就可以加工。我们再看例子，高雄食品公司每个月进口牛肉1万磅，70%做牛肉罐头，30%做成丁骨牛排啊销售。这两种食品在前段处理共用一个共同的制造流程。那丁骨牛排每磅50块钱，分摊的联合成本每磅36块。最近啊，西餐厅的客户向这个高雄公司反映了，菲力跟纽约在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为什么高雄公司不提供这两种？而且丁骨牛排其实它就可以处理成两种不同的牛排，把丁骨的进一步切割就可以切出左边的菲力跟右边的纽约。而公司也做了试料，发现菲力牛排每磅80块，纽约每磅64块。那如果做切割的时候啊，一磅的丁骨会有16/6磅的菲力跟16/8磅的纽约，剩下的16/2磅浪费啊，就是那种普通没有用的。那切割的处理成本全部加起来以后啊，总共大概每磅平均摊7块钱。请问公司要不要处理，还是直接就把它销售了？当然我们刚刚讲的直接销售了，1磅是50块，为了这个处理1磅是多少钱啊，这个时候就要去算算菲力每磅64块，80块，纽约每磅64块。那处理的过程里面，一磅的丁骨可以产生16/6磅的菲力，就拿80×16/6，64×16/8，然后再看看可以卖多少钱。好，所以加工后50块钱一磅的丁骨变成了相对应来讲，一磅的菲力跟纽约加总之后可以得到62块。那加工前的售价50，所以多增加了12块。那加工的增资成本，增加成本是7块，所以最后啊，发现啊是可以的，因为还有一个多余的利润5块。这种计算其实是不困难的。我们在这种，那前面有提到一个联合成本，那个是故意写出来骗同学的，因为它跟决策无关，它是在肉品进来之后，做成罐头跟丁骨中间共同发生的成本。这个成本没有办法摊到丁骨，单独摊到丁骨，单独摊到所谓的那个罐头。那是大这个有另外一个在成本会计里面有另外一个分摊的方式。那我们到了丁骨之后，继续加工的决策已经跟前段那个联合处理的是无关的了。OK， 那质疑或出售的决策，举一个我好朋友的例子。这个好朋友家里住在台中。他本身也应该是50岁左右了，而且是高雄市国税局的官员。那这个时常到他家去玩，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到屏东的夜市啊，他会带我去吃小吃。他们家住在屏东啊，不是主要大街，是一个普通的街，也不是很窄，像是一个普通的街巷。那家里面呢是周边住有4层楼。那1层楼呢，刚好是算干汤啊，所以算是还不错。他们家呢，最重要的就是附近都是学区，包含了这个学院啊，一堆还有小学、中学都在。所以家里这个第一层楼以前是租给人家做干妈店。这个干妈店呢，是在屏东特别有名，叫做巨蛋啊，这个。对，好像是巨蛋。他们那个早期的时候有一个连锁的超市，后来倒闭了，但是大家都用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也不用付钱。可是他们家就租给人家做，后来因为竞争不过 Seven 啊、全家，所以这个原先的承租者啊，他为了节省成本，就把灯关掉一半，冷气也关掉一半，客人进来了，赶快再开灯开冷气，用这种愚蠢的本土手法。客人当然流失得更快，所以后来亏损累累之后啊，就解约了。解约之后，家里面那个楼下那个店面的那个地方要怎么办呢？我那个朋友的妈妈
七十几岁的老太婆，可是活力十足，认为说我们来做搞不好比别人现在要好。他因为节省电，把电都关了，我们就把电灯打亮，我们把它重新的架子弄干净啊，暖气开好，那人家就来了啊，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家的一楼啊重新做了一个装潢，日光灯弄得亮亮亮亮的，然后什么都很好，然后也尝试用了工读生啊，问题是工读生好像都比较难请，都来做没多久就走，所以他的老妈妈就说没关系，我有五个小孩，一个在北部做老师，还有四个在南部，不是高雄就是屏东，所以我们人力还够，而且这个小孩也有小孩了，也生了小孩了，所以这个全家人力上阵也应该可以，所以雄心满满的就自己做了。这个一段时间后，那个朋友再找我去屏东去玩，同时呢，看看他们家的新的那个打麻将，去了以后，哎，看起来是很明亮，然后跟他妈也聊天，他妈也还是一样很愉快。可是私底下，我的朋友跟我抱怨说，哎，这样很惨惨。自从老妈来接了手以后啊，老爸也退休的公务员也跟着跳下来看店啊。然后，可是问题是，本来要开24小时的，公务都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可能开呢？那就变成12小时。那12小时也好，但是晚上爸爸妈妈累了，小孩子下班回来轮班去帮忙看店，哎，这也是一个好事。这个看店啊，还不打紧。啊，礼拜六、礼拜天也不能关门，然后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大家排班，那四个小孩啊，排班到后来差点翻脸，每个人都是政府的公务员、中学的老师、小学的老师，哎，他的小孩子都还蛮算不错的。那这个包括孙子辈啊，20岁、18岁的学生也都很忙的课业啊，忙的，所以全家为了这个干妈点啊，全部投入，为了一博老妈的欢心。这个再过一段时间我去的时候啊，他妈妈就很高兴的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这个店啊，我一个月可以赚多少？”我说：“多少？以前租给人家赚3万块，现在我可以赚到10万。”哎呦，好厉害！这个他就做拿他的账给我，他说你不是也学会计的，帮我看一下账。这个当然很简单，每个流水账看一看，一翻一翻，看见好像确实有啊，有这个10万块。我说怎么扣掉水电费？哦啊，水电费啊，那个哦要扣，因为水电费自己付掉了，也没有把它算成成本，他纯粹看他的进货跟他的出货。水电费算，我说哎。我说那你有没有扣掉以前要租给人家租多少？一个月租本来最早租4万，后来3万，最后3万，我说那3万要不要扣掉啊？当做租金啊，你不做租给别人也3万啊。他妈妈想想也对，有点不甘情愿的扣掉了，因为从10万突然赚到只剩下5万，这个有点怪怪的感觉了。我再跟他讲说，哎，不要忘记啊，你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来打工的嘞。礼拜六、礼拜天还有晚上，下了班以后，打工不要给钱吗？也是要给钱的啊。我还跟他讲说，伯母你自己也要有钱啊，你这个一年一天做下来也没有收入也不行啊。你说这个钱5万块全是你赚的也不对啊，你也是打工啊，最后看剩多少。他妈的，哎呀，面子要算了，随便了。好了，还有赚就好。然后这个事后同事怪我说，他妈妈反正很快乐。每天都觉得赚钱了，给我这一讲觉得不快乐的。而且小孩子啊，他的那些我那些朋友的兄弟，开始跟他妈妈建议说啊，不用了，哪那么辛苦，算了，不要那么认真了，反正赚的也不多。可是这个时候啊 ，C 的跟全家都上门来找他们家，入啊，要变成那个加盟店。那个他妈讲，哎，加盟就比较好，有人帮忙管理啊，而且看起来更好，更上制度。小孩子认为，就是我那些朋友认为说可以啊，他的小孩说那赶快加盟好了，这样子也好，有别人来帮忙来负责管，哎，真的就加盟了，而且一加盟之后，工读生搞得也比较方便，因为有品牌、有制度、有什么东西、有清楚的一个规则。没准有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哇，麻烦又来了，因为加盟组啊，至少每一家店要有2张执照。这2张执照是全家后来跟全家合作，是要到全家的总部受完训练，经过考试及格之后发的执照，每家店至少有2张，表示你了解所有的运作，应付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没问题了。
如果你没有两张执照，半年内没有弄到两张，加盟啊，要全力就把它收回去，让你加盟。那当然不可能让80岁的老妈妈跟老爸爸去上课，所以小孩子就轮番去上课。有那个国税局的高官啊，就改头换面，以阴霾性的装作一般的那种，跑到了台北的红树林那边有一个总部去受训，啊，上课4天，还住在里面哦。他那个应该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一去就打电话跟我抱怨说，现在跟一堆小鬼住在一起。那我说我去看，反正我每个礼拜也会回台北。那我就去台北的时候就去红树林看他，啊，两个在外面赶快赶到淡水去吃点夜市，啊，偷偷摸摸他们还会点名，还有社监制度啊。更惨的是，一个礼拜以后，我说怎么样啊？他说他被打掉了，然后要重新来上课，而且重新上课要很贵的费用，要交个10000。所以这第二次上课就很认真了，啊，很认真的，啊，就后来他们家拼过了2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自己经营还是外租给别人啊？在考量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成本啊，必须要算在里面。你自己投入的人，你应该要投入；你自己的房子可以随便租给别人的，你必须要算租金，以此类推。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过程里面，自营的收入的获利，只要大过出租可免，加上出租的租金收入，就选择自营。反过来，就还是租给别人为主。我们看例子好了，王先生的家族是居高雄，水是旺角。那他们家族经营的就是西药进口批发与零售。30多年前，王先生大学毕业就接了他父亲的工作，继续做到现在，员工已经有20多个人，公司也稳定的成长。不过由于台湾的健保给付的关系，这个经营啊开始慢慢越来越辛苦。加上他年纪大了，他的小孩在国外读书也不肯回来接，所以王先生考虑啊，到底还要自己那么辛苦的经营，还是租给别人去做？就找来了李会计师，常年的好朋友来帮他分析一下。这个李会计师做了一个整理，销售的收入，王先生这个西药房啊，一年下来大概有1亿台币，他的销售成本大概是9500万，所以他的税前净利大概是500万。然后这个会计师再帮他继续做了一个分析。这个王先生他的股票跟房地产都不是那么好，但是事实上来讲，他的净值不动现有的净值大概还有5000万的约当现金。那王先生生性保守啊，约当现金他只愿意用定存，所以会计师帮他算了一下，年息大概是2.5%，用定存的方式来处理。另外他的老字号的招牌权利金大概一年可以租200万。那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现有的公司啊，这个可以付200万。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多年的经验，他可以轻松的到任何一家连锁西药房做经理，甚至可以做到总经理，年薪可以拿200万。有了这些资料，李会计师帮他算了一下，如果王先生他把这个公司自己来管理的话，自营的收入啊，不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如果把公司出租出去的话，整年度下来可以做525万的收入。但如果自己经营的话，只有赚500万，所以基本上自行营运啊会亏25万。那建议王先生是否可以开始考虑把他休息关门租给别人，啊，自己去做别的事。当然呢，就是算出来的一个数据，算出来以后还有其他的非量化的因素，王先生要考虑，包括了家族企业、多年的工作伙伴等等。就算他可以到人家的公司去做，但是本来做老板的，到人家公司变成做伙计的时候啊，这个做伙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反而可能更糟糕啊，所以。我们做所有的决策的时候都是数字的预算，实际决策的时候还要考虑其他环境的因素。最后这一些这个结论请同学稍微看一下，重点就是决策的过程里面，很多的企业主，特别是中小型的企业老板，很多他们说他们是用他们的手指尖的敏锐的感觉，那长期的经验
所汇总出来的，那我也不会反对，而且认为这个也确实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最好还是辅佐于有金钱数据的资料，让他的手指间的感觉更敏锐，不是更好，大概是这样的。 OK， 这是我们这个章节的结束，跟着我们看下一个章节。定价决策，现在讨论的是定价决策。定价决策，很多的专业经理人都假价格之名啊，来做很多的竞争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先讲一下，价格真的太重要了啊！我一再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没有价格的社会。大家想想看，台湾今天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价格存在会怎么样，大概很难想象了啊。所以这个价格它已经主宰了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几乎主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它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它是企业跟消费者中间的对话的管道，它也是企业的产品跟其他的产品竞争的平台啊。所以这个价格已经没有办法忽视它啊。那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讨论价格的学科最早最早就是经济学。还记得亚当·史密斯在写的《国富论》的时候啊，他提到中间有提到一个核心的思想，叫做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供需调节下的那个价格啊，利用这个一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来达到国富啊，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源头。那在现代的经济学来讲，讨论价格有成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经济学来讨论价格，跟着还有一个在企业管理里面，行销学也非常认真地讨论价格啊，如何透过价格来让所谓行销学校包装的价值更凸显的有其特色啊，这是行销学的重点。 OK， 我们看这个一些简单的案例。这个案例啊，对同学来讲可能远了一点。2002年12月2号，这个姚元伟那个时候你几岁？2002年你几岁？10岁啊，你现在有22岁了。哦、oh, ，OK， 这个2002年10岁，那你大概忘记这件事情了。啊，这个所有这个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今天30岁的人都非常清楚的记得。康师傅鼎新的康师傅啊，在2002年12月2号正式用1碗16块钱的生力面卖进了台湾市场，引起了速食面市场的战火。鼎新集团表示啊，这个国内的速食面呢、啊，1碗25块啊是含有暴利，康师傅的1碗16块上称合理。要记住啊，康师傅是在大陆崛起。在2002年以前，台湾人没有几个人知道康师傅的生力面，只有两岸往来的台商才有在大陆吃过台湾人做的在大陆做的生力面，在台湾人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康师傅啊，在大陆站稳了脚步的时候，2002年的时候准备回台湾了。这个其实有一段故事，他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差点倒闭，是因为他当时就已经进入台湾，利用股票收购的技巧，把味全呐、啊、借尸还魂呐、啊，就借壳上市啊，就是利用味全呐、啊、收购味全股票进入台湾的市场，而味全呐、啊、是一个姓黄的黄氏家族，刚好家族内斗，那兄弟气强。所以呢，这个
大哥率领了他的派系啊，这个斗输的小弟，小弟呢正想要这个一展长才的时候啊，就大哥就把股票卖给了魏权的魏家，卖给了鼎新的魏家，60块买的。等到那个魏家进来之后啊，小弟措手不及，反击之下开始也倾销他手上的股票，所以兄弟之间乱买乱卖乱斗之下，这个魏权呢、基本上就瞬间一手从皇家转到了魏家手上。不过股票从60块一直落到了10几块，而鼎新集团所有的现金溢注进来都不够，开始发生了财务缺口。财务缺口是找了统一集团来帮助，统一集团啊说可以，但是呢我一帮助我就要手伸进你的鼎新集团，等于说我帮助你51%的股权，我要把51%的股权吃下来，我要开始接管。那魏家宁愿死亡也不愿意给统一，继续去奔走，在最后的票子到期的最后一天，找到了日本三洋食品集团溢注的2亿美金进来，解除了难关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为什么要讲呢？可以想象中2002年他们重新因为资金一到位重新稳定又站起来，2年后准备回台湾报仇，准备要跟统一啊一决，在台湾一决生死，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魏权进来的时候是用16块一碗来卖，当时台湾的最火红的统一的生力面呢，就是统一阿 Q 啊，阿 Q 桶面，统一阿 Q 桶面，对对，对这个，就他真的叫这个名字啊，我只是一下念不完整。那这个统一啊，这个12月2号就进来了，统一在12月14号立刻做了很多的声明，啊，比方说它的原料人工制造成本是12.5块啊，管销费用5块，毛利6%，那售价25元，它的利润只有1块。竞争对手康师傅一碗卖16块是非常恶劣的手段，卖一碗赔6块啊等等的。那这个所有的资料都是我当时在所有的媒体里面，公开的媒体里面可以找得到的资料，我一直都算不出来这个怎么凑出来的啊，这个6%怎么来的，利润怎么1块，完全凑不出来。再一看呢、谁在讲这些话呢？不是会计部门，不是财务部门，都是高级的官员，包括统一的生力面食品事业群总经理、执行长，或者统一集团的发言人，或者生力面事业群的发言人等等，这些都是很高的官，他们可能这个乱了套了，整个手脚都慌乱了，所以呢，讲了半天呢、就讲得不知所云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竞争已经逼到了门口。那统一后来也不是省油的灯，它到底是台湾长期下来的龙头企业。它首先推出的行销策略，就再次投入了3000万，做史努比在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啊？阿 Q 桶面呐、你把它撕开来的时候啊，撕开来的时候里面有一张这个史努比的图像，这个史努比的图像啊。用回邮信封贴进去啊，不，你要贴在一个信封里面啊，寄到的统一集团可以抽奖，抽到头奖搞不好是100万的汽车，二奖搞不好是什么 iPad、iPhone 一堆的东西。可是我要告诉同学，很久以来我就认为，在早期信件还很流行的时候就算了，自从有 email 以后啊，寄信的人已经减少了80%以上，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要你啊。企业，你请同学记住，你只要看到以后有企业，他跟你说你剪下商标，弄一个瓶盖寄回公司什么的，你就唾弃他，不要再买，这是不要脸的企业。现在谁还会去买个信封，贴个邮票弄进去，还要给人家抽奖？你觉得这种是不是有诚意？有没有诚意？想想看，为什么不网络点一点这就可以了？对不对？他每一个这个用这种方式嘛，所以我个人看到这种就平气。而统一居然用那么拙劣的手法来做，啊，这个是一个失败的策略。副牌是正确的，当对方要跟我打的时候，我的主牌、我的主帅不能跟人家去对打，我就推出一个副牌跟你死缠烂打，否则就会变成了上句对下句，我真的是很冤枉。所以他副牌是对的，
他就推出一个叫做碗工阿 Q， 挖工啊，碗工阿 Q 啊，很本土的味道啊，原价，可是他这个是不干不脆哦，这个碗工阿 Q 有很多附带条件，我都是当时收集来慢慢帮他整理的，因为条件复杂到消费者不知道在哪边买可以买到便宜，可以看到25元差别价格来买，他在复牌配合通路，在全家、福克多跟 OK 用16块卖，但是只推2个礼拜，原价25块，就是12月底之后又回到25块。请问这个复牌有意义吗？在这几家店，在统一超商，他统一超商卖这个碗工阿 Q 啊，也卖25块，他不降价，但他送你一瓶查理王，哎，这个合理，我觉得这个合理。那另外呢，在量贩店里面才是真正的竞争，他在量贩里面2包包装卖50块，卖29块，取代原来的50块，卖29块。但是这个策略啊，其实也只执行了1个月。那个超市，因为他要跟超市啊，他要跟量贩店啊共同吸收毛利，量贩店啊为了花招弄了1个月啊不跟你玩了，所以他又把它弄回50块，然后打个什么8折之类的。所以统一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其实。这个乱了手脚，唯一比较有效的就是通路策略里面在 Seven 买不到任何一碗，啊，我觉得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学气管的人很难找到实际可以看得到的这个血淋淋的刀刀见骨的价格竞争，而这个康师傅顶新的生力面进到台湾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在2002年一直到2008年，每一年我都会找同学啊帮我来做一个分析，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追踪案例追踪，太精彩了。结果这个当时一开始有卖的时候，我也想要试试看这个康师傅顶新的生力面，有听到一些台商有跟我讲过，可是我没有去吃过。那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去买，每天晚上从学校下了班啊，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啊。沿路就进去，刚开始很蠢，还去到 Seven 去问，哎，你有没有康师傅顶新的？一看到那店长苦瓜脸，没有。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公司不卖这一个。这个还有个故事，因为不卖，所以顶新控告这个 Seven 啊，控告统一的 Seven 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啊，不让他上架。那 Seven 立刻缓急，谁说我没有？我们在花莲玉里乡那边的 Seven Eleven 就卖啊。至少那边卖个3碗在那边呢、啊，那谁会去花莲玉里去买？但这个就表示竞争到很激烈啊。那后来问了太多次以后啊 ，OK 便利商店的一个店长看到我又进去说，我明天帮你按杠一碗，因为啊，我们这个店每天也只分配到3碗，啊，所以我第二天赶快要去的时候，果然拿到1碗，顺手买了一个统一阿 Q， 回到家以后啊，把它两个都打开，然后2个热水都泡进去。然后呢，开始这边一口那边一口试试看味道是不是差，一个15、16块，一个25块，是不是25块真的香到不可以，16块烂到不可以，我一个人觉得不准，所以立刻把它弄2个碗把它装起来，啊，老婆来你看这2碗牛肉面试试看，他干嘛？我说买到了，你来盲饮跟盲试，就我不让你知道哪个品牌，你说哪个好吃，他才不来理我嘞。不过我个人觉得没有差那么多啊，因此我觉得了这个竞争还蛮有趣的。那鼎新从头到尾在那段时间的回应啊，其实还蛮统一的。鼎新的回应就是说，他投资了1亿元在斗六厂，每天2万箱，每箱12碗，而且在彰化的鼎川，他另外还要马上扩厂。那预计要达到1年1亿碗的目标，员工132名。我们其实用他当时的投资的概念，加上统一的其他的生意面的那个产业的特性概念。我们有替鼎新试算，16块1碗其实是有赚头，因为他们也说了，一个40尺的货柜，装的料理包，那一包一包的干燥的那些什么东西，那是在大陆做的。那他说一个货柜装进来，每一包摊到的成本不到0.00001毛。他说你说我有卖贵吗？我一碗会赔6块，我每年赔6亿吗？他投资1亿元，他每年要卖1亿碗，他说我每年赔6亿吗？我在做圣诞老公公慈善事业吗？不是的，我是在赚钱的，是因为你统一太暴力了，台湾人可怜了、啊、被他暴力啊搞了好几年了，他是意思是这样子的。 OK，
他预计两年内20亿销售，20%的市占率，预计6年内回收。他的口号都是整合两岸资源，互通有无，降低成本，啊，所以我们相信他说的没有太大的差异。OK， 到了2004年底，2年内哦，鼎鑫康师傅的生意面超过了20%，进逼25%，这场战争中谁赢了还不知道。2005年9月21号。统一吃下维力，加上策略应用，市占率又逼回70%。鼎鑫因为策略定位不明，市占率又滑落到10%以下。这场战争究竟谁又是赢家？到了2008年7月，鼎鑫的董事长大董宣布啊，当年回台湾的策略是衣锦还乡策略，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所以班师回朝，决定在大陆固守大陆的市场，以维持大陆龙头地位。另一个战场开始，到底谁是赢家？啊，这一路下来中间都有故事。2005年，统一啊，领导班底换了，本来的董事长高清苑啊，正式的退位，交给了他的女婿。董事长高清苑只有一个女儿，所以这个女婿啊，是一个香港仔，一个香港侨生啊。那叫罗志先，他接班了。董事长跟以前的总经理林昌生啊、高清苑啊，他们是虔诚的佛教徒，从头到尾都认为经营企业要有虔诚的那种的信念，所以对员工其实是很和善的，也是他们成功的因素。但是后来也变成了统一是全台湾最大的民营官僚公司。因为在里面呢很官僚化了，变成升官了，必须按照年资。那罗志先上来的第一步就是要打破这个官僚，同时要用绩效挂帅。刚开始遇到很大的阻力，什么时候正式可以证明他接班成功？1年半以前把 Seven 的执行长干掉的那一刹那，表示罗志先掌权完全成功了。啊，那个徐崇仁本来被人家赞誉为通路之神，有什么了不起？老板叫你滚就滚了，就一句话就走掉了。啊，然后去年我们当时觉得很残忍，可是去年一整年下来，今年的报表来看 ，Seven 啊比徐崇仁时代里面还要赚钱，绩效还要好，股价还要高，所以你徐崇仁也只有暗淡的离开，没有什么话讲。啊，那徐崇仁本身其实也有污点。他在Seven 做执行长的时候，最大的投资案惨败收场，赔了好几亿。那个投资案是他儿子主导，你光看这个就知道父子怎么可以不分清楚呢？拿统一 Seven 的钱去支持他儿子的事业，可以亏到几亿，没有人敢讲话。所以我也相信他被干下来也是罪有应得啊。这个是故事了，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这些故事到最后都会有形成结果。而为什么要班师回朝，不敢在台湾逗留？因为罗志先掌权之后，开始反攻大陆，开始觉得大陆才是主战场，所以鼎鑫赶快搬回来，免得到时候啊，这个乱了阵脚。那个谁，这个锦衣还乡是谁说的？在历史上都不看电视连续剧啊。这个楚汉传奇就有讲到，啊，这个是项羽说的，啊，项羽那个时候攻下的天下的时候啊，要回到楚国，他的这个智囊，他的军师也是他的这个义父啊，叫做范增的，跟他建议说不要回去，你现在志在天下，不是楚国。那项羽说了一句名言呐，衣锦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我穿到的漂亮的衣服的时候，不回家乡，好像是晚上在穿，没有月光，没有人看到，家乡人不知道我的成就，所以毅然决然地坚持把整个的部队带回了楚国。而这一带啊，让刘邦开始崛起，啊，这个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讲法，啊，当然项羽本人有他的缺点啊，但所以这个魏家兄弟啊，大概读过这个历史。啊，不敢在台湾待太久，赶快班师回朝，因为大军已经从后面追上来了。那鼎鑫集团1989年赴大陆发展，刚开始做清香油，做了失败了。92年开始投展方便面，开始成功。到了2012年的时候，方便面市占率达到56.8%，
产量达220亿包，大陆人一年吃了多少的生力面？这个资料通常呢，全国一年的消费比较可信。我看到的资料是410亿包，而鼎新的市占率也比较可信，因为很多数据都是指56.8%，可是鼎新自己说它大概只有生产190亿到200亿。啊，我再把它分配一下，算一算，它应该在220亿包，是台湾的45倍，就是鼎新在大陆生产一年的生力面够台湾人吃45年，这个量你们想想看是怎么样的一个量。然后饮料市场占50%，水的市场占20-25%，这个鼎新的，我只是纯粹讲鼎新的市占率，两者合计最保守，因为没有真的清楚的数据，但我推来推去以后，最保守它在水，包括饮料跟水，它一年在大陆卖250亿瓶，啊，220亿到200亿，加起来是470亿到500亿左右。这个魏应周自己的老板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他说我们每一年这个产品的包装大概是500亿，啊，不管是瓶还是碗，500亿，他有讲过这样子的数字，所以我估计他是应该是500亿上下。他说我并没有什么花样来赚钱，我就是很努力节省，我每一个包装节省1公克，我就可以节省500亿公克的原料。500亿公克的原料是多少钱？50万吨的哈。那如果他说我的工作的程序里面呢，每一个程序里面，每一包里面呢，要经过比方说5个程序，我每一个程序啊省1分钱，总共一包里面我就可以省1毛钱的话，我500亿也可以省出50亿人民币的钱，我就是赚这些钱。他讲好像很轻松啊，但是不容易，这个量大到什么程度？2013年市值超过4500亿元，这是8月份的，要强调统一在大陆的方面面。从2002年、2003年慢慢转型，到2005年罗志先掌权开始反攻大陆的时候啊，到目前它的市占率15.8%。台湾的学生不知道，在大陆上来讲，这两家公司的牛肉面厮杀到真的是刀刀见骨，什么老坛牛肉啊，什么坛牛肉，本来康师傅啊不叫老坛，他用别的，结果统一的老坛牛肉面啊，大卖热卖火红的卖以后啊，就一瞬之间全大陆都变老坛牛肉面了。这个牛肉面是生力面里面的重要的项目啊，最重要是后面。2013年10月，味全的独游世界让人家开始不禁感慨啊，那么赚钱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怎么那么糟糕？只为了1-2亿元的利润呢，啊，居然可以把台湾人这样搞啊！所以请同学们自己，我其实也不好意思讲太多，因为鼎新对我们中山是很好的，一捐个2亿，哎呦，这个5年可以让我们慢慢用。可是我还是要讲这一句话，我情愿你不要捐我们中山钱，你把企业社会责任做好一点。好 ，OK， 我们先下个休息10分钟，等一下再继续。